好，再来看到这是蒋家第四代蒋友常梅开二度，六月底跟瑜伽老师郭秋君呢接地恋修成正果之后，低调公证再婚，29号下午就在台北士林官邸补办婚宴。要看到蒋友常呢是一袭灰西装紫衬衫，相当冷艳。小两口手拉手一起面对镜头，新娘子一袭深 V 礼服，简单隆重。37岁郭秋君是蒋家第四代公子蒋友常梅开二度的新娘子，专业瑜伽师出身，不止身段柔软，人前人后始终盯着蒋友常，小鸟依人。姐弟恋修成正果，亲友喜悦全写在脸上，连嫁给蒋友常表哥的艺人张心妍也到场祝贺。当然希望了，赶快接再接再厉了，对啊，跟我们一起哦，对啊，以后这样我女儿就有伴了。今天开心吗？很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希望亮橘色礼服现身，母亲蒋芳质疑一整个下午忙进忙出，因为这婚宴场地可是蒋家三代受洗的礼堂凯歌堂，不止长辈全在这里办婚宴，还有见证蒋家喜事的御用牧师周连华也没缺席。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我证婚的，也是在这里啊。好了，谢谢。为了低调，蒋友常小两口六月就公证结婚，但补办婚礼这一幕还是免不了大阵仗，连陆客都挤爆士林官邸分享喜气。亿万辆再婚的蒋友常二顿婚宴一样轰动。中新闻张浩凡、邱淑媛、SNN 小组采访报道。